这样啊，殊胜的机缘，能够在这一天呢、啊，起家大方广佛华严经》，用来祝福虚空法界。 祝福菩萨，一切尊神，一切大众。我们祈求一切众生都能够蒙佛威神加持，破迷开悟。 早成佛道，唯愿虚空法界，未成刹土，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成就就近圆满、美好的宇宙，安和乐利的。 这个地球，啊！祝福我们同学们健康长寿，年年如意，岁岁平安。现在，请看。 华严集菩萨的偈颂第七首，这个七首八首啊，这两首记讲的是即用无碍。啊，请看经文：按住佛国度，处心一切处，无去亦无来，诸佛法如是。 这一首讲的是自受用啊，即用啊，偏重在自受用啊。自受用里面是清凉大师注解的很简单，意思给我们点到了。 用便出心，体无往来。变是周边，从体其用啊，自他受用，都是周边法界。 我们看经文，应当怎样来学习？啊，前面两句“安住佛国度，初心一切出这是菩萨摩诃萨的境界。那是问问。 我们能不能得到呢？跟诸位说，如果我们有诚意的，祝佛为神加持，我们是可以得到的。佛国土在什么地方？就在此处。 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觉的意思。故土没有迷雾啊！哎，迷它是这个样子，这它还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没有迷雾。迷雾在人呐、啊，人要迷了。 这个国土啊，就是无住卧室。人要是绝了啊，这个国度啊，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全在迷与悟。我们如果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住地、这、方、个，住而不迷。 那我们就安住在福国度啊。如果我们的境界是迷而不觉，那我们是住在无五住我识六道轮回啊。凡圣一念之差了，不可以不知道啊。佛在《大乘经论》里面。 常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昨天晚上参加居士林的除夕晚宴，非常难得。中国佛协道术人会长。 也要光临这个宴会啊！我们看到他小孙子给我们表演背诵《论语》，背诵《老子》啊，给我们表演武术。从这个地方能看出来。 道会长的家教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深深的感激中国佛系有这样好的一个领导人，实在是难得啊！一个人。 看他有没有作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有没有贡献？从哪里看呢？看他的家庭。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他身不修，他就不能齐家；家不齐， 他怎么能把国家的事情、社会事情办好？啊，我们从这个齐家这一点能看出来啊，道会长的深修啊，齐家今天能够负这个呃担负起啊中国佛教。 红户的大业，这是我们衷心赞赔的赞佩。佛法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这半个世纪以来，都大幅度的在衰退。 衰退的原因在哪里呢？佛门四众弟子不住佛国度了，啊，去住众生国度了。众生国度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堪称耻慢，这是六道众生国度啊！佛门四众弟子要住在这个国度里面，佛教也能不衰呢？不但会衰呀、啊，恐怕佛教啊，再过个五十年，会在这个世间呢。 灭绝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悲、可怕的事情呐！啊，我们做佛弟子的人很幸运，我们清醒过来了。你看看。 刀会长的孙子才八岁，不看电视，读古书啊！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新闻媒体有严重的问题。 我在早年说这个话了，大概总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啊，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台湾政府极力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啊，当时教育部曾经邀请我，在中山堂呢做过一次讲演。啊，我的讲题是“文化复兴与宗教”。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我曾经有一次。 在方老师的家里面，遇到教育部啊有三位官员拜访方老师，向方老师请教啊，政府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啊，请教方老师指导有什么方法。 啊，怎样具体来落实？方先生听了这个话之后，沉默了、啊、有五分钟。我们看到他的面容非常严肃，一句话都不说。 五分钟之后，他开口了。他是有啊，第一个要把台湾所有电视频道关闭，关闭电视台；第二个呢，所有一切广播电台关闭；第三个呢。” 所有报纸杂志社呀，关闭。这些官员听了之后，摇摇头：“这个办不到啊。”方先生就说了：“这些东西天天都在破坏中华文化。这个东西要不把它关闭，谈复兴中华文化。” 难了。我那个时候在旁边听到啊，方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在台中，李老师要求我们这些学生啊，凡是跟他修学的。 李老师一再嘱咐啊，我们不看电视啊，不看报纸啊，不听广播啊，这个世间有些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每一天身心清净，安住佛国土啊，虽然。 我们对外面给绝了，好像啊不是现代人了，但是我们有智慧，我们心地清净，身心清净，具足智慧啊。虽然、啊、不看电视，啊不看报纸，我几十年都没不沾这个边了、啊。人家问我。 天下太平啊，没事啊，很欢喜啊，真的，一点都不假。有一些同学们，他们把近代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我一听就明了了。哪里要费时间去看呢？不需要。所以，一切娱乐场所。 我五十年没有接触到了，啊，从学佛之后啊，啊，二十六岁之后啊，我这些地方都不去了。往年在台湾，大家知道我，我去的地方三个地方，啊，学佛之后，一个是寺庙，一个书店。 一个图书馆，这三个地方是我常去的，其他场合里面找不到我的踪迹啊。自从接触佛法以来，我五十年没有离开经教，我天天读经、啊、这个里头说。 大落。哎，你看那个八岁小朋友，我叫他是小刀。哎，人家问你，为什么不看电视？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一点都没错。这些娱乐的东西，跟圣贤书比呀、啊，那是天壤之别。啊，那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圣贤书呢？他没看懂。 啊，好像吃东西啊，他没有品尝出味道出来。如果把这个味道品尝出来呀、啊，世间所有一切娱乐，啊，他自自然然的会舍弃了。为什么不能比呀、啊？而且世间这种种娱乐里面都都夹杂着严重的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呢，就是现在一般人讲的病毒，不健康的娱乐啊，读圣贤书啊，健康的娱乐啊。啊，有些人认为发誓啊，你每天读经四小时，讲经四小时很辛苦啊，他不知道，啊，这是在享乐、啊。 啊！我要一天不干这个事情啊，那就很痛苦。啊，世间什么欢乐场所，到我那看呢，我就感觉到更痛苦。不但自己痛苦，替别人痛苦。啊，看到许许多多众生呢，都是有善根，都有佛性的啊，被这些东西迷惑了。 他过的是极不正常的生活，极不健康的生活啊！啊，我在澳洲，这大家都晓得，我一天吃一餐中午在这个学院跟大家在一起吃饭。 我早晨这一餐也断掉了啊！每天早晨，通思慎思，他们给我一小盘的水果啊，一般是两个桃啊，或者是一个苹果啊，一片西瓜。 很少一点点呐、啊，我足够了，很快乐。你看，我是个上午、下午在录录音室里面跟诸位讲发言，我这个中气很足啊，我的日子过得多么丰富。 自己的生活越简单，越健康；越简单，越长寿。啊，人为什么会生病呢？为什么会得病呢？中国古人讲的很好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道场要庄严啊！学道的人功夫要得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要说话。这个道场人不知多少，进入道场一句话都没有，他没有话，他就没有念头，他心是定的。 心是静的，与道相应啊，与性德相应。心体空寂呀，心相庄严呐，心的作用。 至善，这才叫正常享受，这才叫安住佛国土啊！初心一切处，这个初心一切处，心是心起，初是初心，哪个地方有云？ 哪个地方就现身了？现什么样的身？佛没有身，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啊，佛的现身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质量。” 众生希望见什么样的身，佛就现什么样的身。无处不现身呐、啊，无时不现身呐、啊。我常常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啊，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佛教里面的诸菩萨，知名度第一，观世音菩萨。 啊，没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啊，有不知道大势至菩萨的，啊，不知道文殊菩萨的，知道观世音菩萨，知名度最高啊！你看看观世音菩萨所说的《普门品》里面讲的很清楚，《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 三十二应身呐，应以什么身得度，信什么身而为说法。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举一个例子，佛身能现，其他的不必说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睦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族群，你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这句话那么这些众生喜欢基督教的基督。 观音菩萨怎么办呢？啊，看到这些众生，哎，应以基督生而得度者，观音菩萨会不会现基督生而为说法呢？肯定的嘛，当然之理嘛。所以，基督耶稣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呐、啊。 啊，《新旧约全书》是观世音菩萨对那一类众生所说之法啦。应以真主生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现真主生而为说法。啊，真主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啊。我们看真主是什么人呢？啊，观世音菩萨嘛。 就我们佛教来看，确实如是，一点都没错啊！啊所以法是平等的，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样一来呀、啊，是不是把其他宗教贬低呢？不是的。华严经上讲，一个是主，其他的都是伴。 这个主啊，不是一定的主。啊，这个一，是任意仪，任何一个都可以做主。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基督为主，佛就是伴。啊，基督为主呢，诸佛菩萨了都是基督的化身。啊，应以佛身。 得度者，即督就现佛身，二位说法。佛教经典都是基督所说的。若是真主为主，佛基督都是伴。啊，真主因以佛身而得度者。 真主现佛身二位说法，因以基督生而得度者，真主现基督生二位说法，平等啊，真平等啊，它不是假平等啊。所以，归结到最后，我下了一个结论：真神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 他能够现无量无边的化身，啊，真主也好，基督也好，佛菩萨也好，各个宗教的这一些神圣，多好，全是这一个真神的化身。 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了，这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这些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果然迷于自己的成见，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了。 把社会秩序破坏了，和平破坏了。不是真神的意思，决定不是佛菩萨的意思，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也不是真主的意思。啊，什么人人的意思呢？莫是门徒无知啊，不能安住佛国度啊。 然后你再晓得佛国度，具体而言，佛国度是什么？佛国度是经典啊，基督徒、天主教徒没有安住在圣经里头啊，圣经就是天堂啊，啊，穆斯林没有安住在古兰经里，古兰经是天元呐、啊。 所以，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我劝导他们，宗教的仪式重要，但是教育更重要，啊，教育是什么呢？读经啊，我们要提倡读经，要提倡讲经，啊，最好。 各个不同宗教信仰，我们在一起读经讲经，让彼此大家都能了解。去年，我们居士林首创邀请新加坡九个宗教到居士林讲堂来讲解各个宗教的经典。 我多天呐！我不但多天呐，我对于所有宗教经典，我还常常在看呐。我没有间断呐！啊，我把所有的宗教经典跟佛经完全同样的尊重，不分彼此。 啊，今年我听李木园居士告诉我，啊，回教今年开始邀请各个宗教到他们教堂去讲经，好事啊！啊，天主教。 跟这个印度教要跟进啊，太好了！这个做法，新加坡在世界上虽然是个小国、城市国家了，给全世界做榜样，给全世界做典型，实在是难得啊！我们知道。 这个国家有福啊！啊，本地的穆斯林邀请我做过两次讲演。 天主教邀请我去讲过《玫瑰金是他们主修的早晚课。这个都是很不寻常的聚会。 从这个地方，我们见到族群、宗教的大团结，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人民幸福啊！我们为佛弟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事业。 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的心意，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年节没有放假了。 昨天是中国的大年除夕，我们停了一次，为什么停了呢？摄影棚里工作人员回家过年去了，机器没有人操作，那我只好放假一天吧。今天啊，他们一早就发心。 到这边来工作，我们奖金照常啊！我们希望永远的安住佛国土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净教是佛国土啊，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原本，我想是主妙延平讲完之后啊，往后这个三十八平呢，我要略说，不能细说了，细说占的时间太长了。而是在这个时候。 许许多多的神众来祈请，我意想不到啊！啊，遇到了许许多多天神、鬼神、九法界的神众，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不同空间的生活。 科学家讲啊，空间有许多不同维持，不同维持空间的这些大众来找我希望我细讲啊。他说我讲这部经，不但是世间许多人在听，九法界众生都在听。 那么我不能不详细说一点，特别是把这个大经呢字字句句怎样落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现实工作之中、应酬之中、处事待人接物啊。 是我们确确实实是安住在佛国土，安住在大方广佛化缘的境界里面。啊，处心一切处啊，这一句话就是说，有缘的地方，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 不畏艰苦啊，不怕劳累呀。那个地方有缘，我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啊，那么这几天，啊，中国外国的朋友，啊，都到这边来看我。 大家对于佛法、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安定都非常关心的，这些善念善愿非常难得。 如何具体的来做好这桩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出是法，最重要的人才呀、啊！你要是没有人才，什么事情？ 再好的理念都会落空，不能实现的。所以要挽救佛法，挽救戒运，从哪里做起？办学。 办学要有办学的环境，要有办学的条件。你看看我们上一段，啊，华严基菩萨所讲的，佛菩萨凭什么能教？学生又凭借什么能学、能成就？ 都说得很清楚啊，不只说一遍了、啊。这一部《华严经》从头到尾说了很多很多遍了、啊，怕我们健忘，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佛、啊、有三个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能教啊！ 学生的条件最重要，条件要具备身心喜啊，身心发喜你在这个经教上得不到发喜，你就会被世间五欲六尘诱惑。为什么？你认为那是快乐啊？ 你认为那是享受啊？你看今天世界社会上一般人哪一个不享受五欲六尘呢？以此为乐呢？啊，他们是以明文立扬示路，啊，在这个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有很大的权势啊，有很多的财富，以此为落。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晓得，那个不是落，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得到这个世间的鸿福啊！ 过去生中啊，多生多界修的善因呐、啊，现在你得的这个富贵，得的这个福报啊，得福报要没有智慧，你在享福里头就不能不造业啊！你造的罪业，你将来必定要受苦报。 所以我们眼睛看到那一种享乐，啊，那个乐是什么乐呢？就像世间人呢，吸毒，啊，打吗啡，是那种乐，啊，那个落是一时，啊，不过是这个呃几十分钟几个小时。 过后之后啊，苦不堪言呐、啊。所以你这种这个落地享受，大概你只能够想到二十年到三十年，二三十年。二三十年之后，你死了之后啊，地狱魔鬼出生了，无量劫。二三十年给无量劫，岂不是吸毒？ 打妈废吗？这哪里是恶呢？所以世间人迷惑颠倒，过的是不正常的生活圣人教我们是过正常生活，安住佛国。 我们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展开经卷了，我们面对佛菩萨了，这种乐趣，这种享受，确实是世间人很难啊！你们享受不到，我很幸运，年轻的时候。 因为失学啊，抗战期间呢，这个流浪四方啊，居无定所啊，常常逃难，所以学业没有完成啊，自己在这一方面呢感到很痛苦啊，所以。 我到台湾之后，是人的生疏啊，真的是无依无靠，啊，自己要找一个小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想求学，当然学校读书，我没这么大的福报。 那我想什么方法呢？我就想这些，找这些教授，希望私下呢跟他们学一点。啊，我打听，啊这些学校好的老师，我给他们写信了。这些好老师。 几乎每一位老师，我写给他们的信，他都回我的信，而且都约我见面。所以，我认识十几位名教授啊，我的星期假日，工作之余，我都跟这一些教授们。 越好，我去见他，听他们的教诲，与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常常在一起，这个乐趣，啊，世法里头那个娱乐啊，就没有办法引诱我了。我年轻的时候上班。 我们的同事朋友都说我是书呆子啊，年纪轻轻不晓得去玩啊。他们下班各个地方去玩去了，欢乐场所去玩去了。我下班之后就找这些老教授们听他们指教。我从小就如此啊。 他认为他那个路，我认为我这个路啊，我这个里面听听这些人讲话，增长知识，增长学问啊。所以，我有应付一切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从小这样学成的。 如果把这个时间都去到欢乐场所当中浪费掉了，你的德行、学问、知识全都荒废掉了啊！啊，我在从前呢，跟我那些朋友说啊。 我说我不是不会享乐啊，我说我是把享乐的时间跟你们颠倒，你们年轻时候啊搞这些欢乐场所，我年轻时候充实自己的德行、学问、知识，我晚年享乐。啊，当时他们听到我这些话了，不以为然了，可是到 真的到晚年之后，他们对我佩服了。哎，你走的路对了。啊，看我，我差不多在五十岁以后，就在全世界到处讲经说法了，啊、周游列国。我那些朋友同事们，才用羡慕的眼光来看我。 到这个年龄，大家在一块聚会了，聚会了，那更没有话说了。他们比我这个差距太大太大了，不说别的差距，身体差距啊，那就太太大了。啊，他们真的老了，牙齿掉了，皮肤皱了，头发白了。 行动不方便了，同学朋友当中，许许多多都比我小两三岁、三四岁，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五十年素食。 晚上不吃东西。这五十年当中，我吃一餐的时间相当长啊。那现在到晚年了，晚年的时候，嗨，这个《华严经》比什么都弱。啊，没有比这个更弱的了。啊，落齿不疲呀、啊。我每天读经讲经，是过最快乐的生活。 这种生活没有疲劳，没有厌倦。哎，你们吃喝玩乐会有玩累的时候，我这个永远不累。啊，这个里面的大乐，你要是不能其如，你得不到啊！啊，非常非常可惜，就在眼前。 你你你看看，当面错过都可惜！啊，所以这四句偈里头最重要的头一句，最具体的说，就是要落实在大乘经教，这个里头有大乐。 发息充满。儒家讲：“不亦乐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这个无去亦无来啊，诸法也如是啊。这是讲的体。这一句讲的非常非常之深啊。但是。 这个甚深的性体，我们在这个经里头也讲了不少了。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易。中观论》上说的这八不，完全是说明体现的事项。 谁的体性呢？是我们自己的心性，是我们自己的本体啊！啊，我们自己心性跟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心性，佛如师。 我们也如是啊，不同的佛清楚、佛明白、佛正德，而我们呢是不知道、不明白，我们迷失了。差别在此地，除此之外，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这个差别了，受用上来讲呢，那差别就太大太大 诸佛菩萨过正常生活啊，快乐无比啊！我们过烦恼的生活，忧虑的生活，苦不堪言啊！请看《华严吉菩萨偈颂第八首：一切众生海，佛身如影现。 随其结差别，如是见到死。这首记的意思，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义趣完全相同啊！学讲经的法师啊，这个。 讲经规矩里面讲的反向。啊，我讲《华严经》啊，只看到前面第七首啊，第八首就没有看到。第八首啊，就是讲“初心一切处，无来也无去”。 第八首就是这两句的细数，或者呢，这两句的注解。这个道理、啊、太重要了，事实真相啊，不能不明了。啊，你要是不清楚、不明了。 你会产生许多错误的想法、看法。想法、看法错了，你的说法、做法当然就错了。这一错，麻烦可就大了，造无量无边罪。 国宝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一切大乘经教为什么要这样的反复宣说啊？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到啊，诸佛菩萨真正的大慈大悲啊！啊，我们反复啊。 太容易迷惑了，回头难啊！听了佛菩萨的说法劝导，哎，回过头来了，很难得了。但是啊，转眼之间呢，又迷了。这个事情，佛菩萨清楚。 明白，啊，为什么呢？你的业障太重，你的习气太深，你经不起五欲六尘、妖魔鬼怪的诱惑啊。 我这一次在澳洲遇到一位从大二文特地到图恩巴来看我的一位在家居士啊，他是菲律宾人，移民到澳洲啊十几年了啊，对于中文。 他一点都不懂，他不能读，他也不能说，啊，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翻译，他说他在学佛之前，他是天主教的信徒，以后学佛之后，他修禅。 他在禅定当中见到许许多多的境界。为什么到图文巴来看我呢？他在禅定当中见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叫他到图文巴来看我，把他定中所见到的境界来告诉我。 我听了之后，我说你所说的，大致上我都明了，我都知道。啊，其中有一句话，啊，特别要给我讲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五啊是魔，真的是法入魔强啊！啊。 我说这个你不用说，我也晓得。啊，所以什么是魔呢？花花世界是魔花吃喝玩乐是魔花娱乐场所是魔啊！ 把你的心性迷失了，把你的本善磨灭了。啊，中国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啊”呐。我们从儿童身上能看到啊，大概十岁之前。 这样的小朋友，你仔细观察他，他本善，能看得出来。哎，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了为什么不善呢？受了魔的诱惑，啊，逐渐逐渐呢，把本善呢忘掉了。 随身烦恼习气、啊，魔的归属在哪里呢？结局在哪里呢？在三途、啊、非常可悲、啊、今天的社会崇尚。 民族自由、开放，到处啊要讲人权，于是谁都不能干涉谁。啊，父母不能管教儿女，管教儿女，社会上人一同起来责备你虐待儿童，你侵犯人权，你说怎么办？ 老师不能叫学生为什么他有人权？所以，生在这个时代，只有自求多福了。那我们想想，印光老法师当年在世。 一生不收归这个在家徒弟，啊，出家徒弟不收出家剃度徒弟，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原因。啊，你要是收了，你就有义务、有责任去教导他了。 教导他不接受，他不听，阳奉阴违，那就不如不收啊！正确的菩萨祖师示现给我们看。 叫我们在这个里头觉悟啊，回头啊！啊，你收这些出家弟子，你要负大责任呐！啊，我们图书馆这些物资费，韩馆长收的。 你们同学们都知道啊！啊，你们的发明都是韩馆长起的，我没有收一个人啊。韩馆长走了，他对我。 有三十年护持的恩德他对你们也非常爱护所以我有义务照顾你们，有义务帮助你们。我没有权利管你们啊，你们都是有人权的人。 啊，都生活在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我只能在讲经当中劝导，听不听，由你呀！啊，你们将来有没有成就，我没有责任呐！啊，我全心全力啊。 已经照顾到你们了啊！我对你们没有遗憾啊！这个话早年我就说过，我对你们没有希望啊！为什么呢？有希望就有失望，对你们没有任何希望，我就一生不会失望。 所以，我今天讲经，为什么选择在摄影棚对着录像机来讲？我不会失望，录像机把我所讲的很忠实的记录下去，啊，提供给有缘的人做参考，欢喜。 啊，你要是如法修行，将来正果做佛了，好，非常非常好。你要是阳奉阴违，啊，阴为呀，将来你堕阿鼻地狱了。我我点头，很好很好，没有一样不好。为什么呢？设法界的路是你自由选择，那有什么不好呢？自己选择。 一定都是好的嘛！啊，可是你要记住，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现在好，将来也好，后世更好，这叫真好；现在好，来生不好，后世更不好。 那你就得慎重了。哎，现在吃喝玩乐，现在好啊，来生三途就不好了。后世如果是阿鼻地狱，那就更糟糕了。啊、这个要慎重。啊，现在不好，我们把所有这个娱乐享受通通断掉了，不再接触了。 每一天读经、言教、讲学。啊，世界上一般人看啊，这个生活太苦了，哦，这个生活受不了，他的事情，我有乐趣，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来生。 更好啊！我来生在极乐世界呀，我的后世会更好。后世什么？后世在华严世界，十方诸佛刹土啊，啊，一切诸佛刹中的十法界。 处心一切处啊！我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十年之间，我就取得，这是真路、啊，这个人生有价值，有意义。 一天都没有空过。世间人认为做不到的，我统统做到了。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啊！你为什么不做呢？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啊，做圣人。 做佛菩萨，做凡夫，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不求人呐。放下自私自利。我常常劝勉同学、啊，齐心动念，绝不为自己打算，不为自己。 坐下，啊，做得到啊，不是难事啊！我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教导我的，看破放下。 这个是入佛门、安住佛国度。最快速的道路，我能接受，信守奉行，我感老师的恩。 我受老师的恩惠，一生当中不忘老师的教诲。啊，每天我读书讲经，我把我老师的照片挂在我的面前，我面对老师，终身不离佛菩萨了，终身不离老师。 我有我的生活乐趣。第八首机是借着第七首而来的，都是讲的急用无碍。 一切众生海，就是前面的一切处，还是比喻这一句里面的境界，就像前面经文所讲的，世界海未成素，诸佛刹土你就想到。 插图这么多，佛也是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如来，夜夜插图，又由世界海微尘数众生，啊，这个众生就是一般所讲的十法界，啊，每一个插图里头都有十法界。 设法界无量无边众生呐、啊，一切众生海啊，佛身如影现，佛在一切众生里面现身前面我们引用普门平里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 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诸位要记住，佛菩萨没有身，能现一切身，啊！这个“莫无身之身”呢，是法身，法现身啊！法现身不是物质，没有形象，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什么？ 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它是能量啊，是心性的能量，变虚空法界。大乘教里面称它为法身，这个能量。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无线电的电视广播一样啊！你看这个发射台发出这个。 电视的频率变满这个虚空一切处啊，但这个虚空不大了，啊，变满这一个地区的虚空一切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装上一个接收的机器，我们今天讲电视机，啊，你装上一个电视机，你打开频道。 这个画面，影像呢？哎，如影线，复身如影线，就现出来了吗？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这个比喻好懂啊！我们装上电视机。 岸上频道形象就出现了，清净性体的能量，那是真正变虚空法界啊，不是电磁能相比的啊。 电磁的这个速度，在虚空法界，那简直像蚂蚁一样，比蚂蚁爬的还慢呢、啊。啊，一秒钟才三十万公里啊你看，从太阳啊，这个光光跟电磁的呃速度差不多啊，从太阳到地球这很近的距离啊，八分多钟啊。 还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啊，银河系里头，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星星，都是几十个光年呢。那个光要几十年才达到我们地球啊！所以，光在虚空当中速度很缓慢。 但是，这个新兴的能量，它的速度太快了，动一念，一刹那了，它已经周遍法界了。这个速度，如果要是用光。 跟蜗牛爬行两个速度来比较啊，我们新新能、新性能量的速度就像光速，现在我们这个光速啊，电的速度啊，就像蜗牛的速度，不能比呀、啊。所以，我们才起心动念呢、啊。 这个念头已经周遍虚空法界了，啊，跟诸佛菩萨那个能量啊完全相应了，相应，佛菩萨就现身，啊，那个能量马上就现身了，就好像说你这个呃装上电视机啊，一按频道，现象立刻就现前了。 电视机构造还这么麻烦，这么复杂，有时候还出故障。我们新的能量，简单不复杂，而且绝对没有故障。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立刻就现身，就有应。 诸佛菩萨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为我们现无量无边的形象，通通在我们的周边，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奈何反复，麻木不仁，不见不闻不觉不知。 虽然你不见不闻不觉不知，佛菩萨照现不误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无线电、电视广播啊，这个呃，磁频率频率啊播出来之后，不管你收看不收看。 这个电磁波啊，都绕在你的周围啊！没有一时一刻你离开、啊，都在你周边呢、啊。你要是聪明，你接收，你就得利益了。你就跟佛学习，你就安住佛国度啊！ 你要是不懂得接受，那你就是住无住卧室事实真相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海，佛身如影响 啊，佛无论现什么样的神像都是佛身。啊，现佛身是佛身，现菩萨身也是佛身，现声闻、缘觉身还是佛身。啊，现童男童女身。 啊，甚至于现一些外道身，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现婆罗门身，现变形外道身，通通是佛的化身呐、啊。 自信，正如有这个能力，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现象，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都是唯心所现的。 为师所变，佛身如影像呢？这一句是为心所现，随其结差别是为师所变啊。为什么能现种种不同的身？那是随其结差别，这个结差别。 就是心想神呐、啊、能线呢是清音源呐啊能、啊、线的真音呢是清音源、啊。 所现种种差别了，这个里面就是所源源不同，正上缘不同，于是就起了啊无量无边差别现象。差别现象从这儿来的。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莫后这一句“如是见大师”，啊，你看他不用佛，用大师，破对佛的执着。 师是老师的导是引导你啊。你希望到哪里去，他就引导你到哪里去。你希望到天堂，他引导你到天堂；希望到天云就引导你到天云希望到大自在天，他就引导你到大自在天。 啊，希望到极乐世界，他就引导你到极乐世界；啊，希望生华藏世界，他就引导你到华藏世界。所以，导师比佛这个意思更容易令人体会。啊，从这些名相当中。 我们了解，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导师啊！它是对于虚空法界。 无量无边的一切诸法，平等尊重啊！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万物平等。 人与诸佛如来、天地、神灵平等，真平等你要问为什么？因为都是一个心性所现的，他怎么不平等呢？ 从体性上来讲，是一不是二吗？古时候，显首大师用金丝子来做比喻，啊，在这皇宫里面说法了，让这些帝王大臣听了，哦，容易明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跟诸位说明，啊，比如我们用黄金，黄金是有相当重量的，啊，用纯金造一尊佛像，大概这个量啊，如果造成这么高的一尊佛像啊，可能要。 二十斤的黄金啊，啊，那不能算两啊，两一两太小了，啊，总的要有二十斤，啊，我们就以这个做比喻吧，这个二十斤的黄金造一尊佛像，我们也用二十斤的佛像造一尊观音菩萨像。 还以二十斤黄金呢，造一个人像啊！我们再以二十斤的黄金，嗯，造一只。哎，今年是马年呢，哎，造一个马的像啊，出生像。 还以二十斤黄金，啊，去造一个木鬼像。啊，再以二十斤黄金啊，去造一个地狱像。我要问问，这么多形象摆在这个面前，它平不平等？都是黄金，重量都一样，价值完全相等。 啊，你不能说这是一匹马哦，这是一尊佛，佛要比马贵一点，没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艺术品，价钱完全相等啊，平等的呀、啊！啊，我们这个身相是新鲜变现的。 诸佛如来的形象也是心性变现的，恶鬼出生地狱啊，还是星星变现出来的，他怎么不平等呢？平等真法界呀！啊，只有佛法里面讲的才是真平等啊！ 习性平等的，啊，好像我们这个十法界这十尊像摆在面前，啊，像不一样，体质一样的，啊，都是黄金，同样重量，啊，平等的，现象不一样是，那是为时所变，随其解差别。 有人喜欢佛，有人喜欢菩萨，啊，有人喜欢天人，啊，有人喜欢畜生，他养宠物啊，他喜欢畜生，爱畜生啊。我在这里说话呢，说的是不太好听，啊，你们听了也不必过分执着。 啊，我绝对没有恶意。佛法中说，习气呀决定你的来生。啊，我们这一生爱佛，非常喜欢佛，常常看佛像，你来生就做佛了。如果你爱你的宠物， 啊，你就喜欢这个小狗小猫，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放在心上。啊，到哪里去旅行的时候，还带它的照片，常常看看。你的来生的时候就变成小狗小猫。六道轮回是什么人决定的？不是上帝决定的，不是佛菩萨决定的，不是阎罗王决定的，是你的爱好决定的。 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所以佛常常劝学生们呐、啊，对世间这一切爱好啊，要放下。啊，为什么呢？你要不放下，你就受他之累呀、啊。 顺境善缘呐、啊，不起贪爱啊；逆境恶缘呢，不生成会啊,啊，对待世出世间法要用平等心、啊、正确的啊，你这样才能得到正受。啊，一般人习气烦恼。 妄想、分别、执着严重啊！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呢？教我们从不念啊，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从这里下手。 如何放下自私自利呢？佛教我们从布施啊，教我们从节俭啊。自己的生活要简单，要节俭。我有福报，要帮助别人啊，让世界穷苦的人多。 贫穷人多，苦难人多，常常想着帮助他们呐，啊，不施恩惠呀。啊，你对他好，常常救助他，他感你的恩呐、啊。我们并不希望他感恩、啊、希望他接受教诲。 我们帮助他啊，教他断恶修善，就改造他的生活环境啊，转贫穷为小康啊，转小康为富有啊，他的日子能过去啊。 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达到之后啊，我们再进展到第二个目标，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帮助他了解六道轮回，了解设法界。 了解十法界之外的一真法界，诸佛菩萨一切神圣的境界，帮助他明了，帮助他证得，这个正德安住是正德 这个是佛教教学的圆满啊！你想想看，这个就叫普度众生呐、啊！啊，你在迷惑颠倒，你完全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你的生活圈子很小啊！啊，明了。 其如之后，你看你生活空间多大啊！净虚空便法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是我生活环境啊！啊，那是我无处不现身呐、啊！这叫得大自在啊！ 得大圆满。跟诸位同学说，这个境界我们一生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佛不会说。佛要说什么？调口味。你讲了我做不到，你给我开玩笑。这个说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 所以，佛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可以做到的。啊，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呢？做不到是你不肯去做啊！啊，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哪有不能断除的道理？啊，你自己不肯干嘛？ 睡懒觉的人，早晨起不来。他几十年养成习惯，但是他真有决心，真有觉悟啊，他马上就能做到啊！念佛堂里面二十四小时不休息的念佛。 他从来没有过经，没有这种经验呢。他自己觉得做不到啊。真正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做，哎，也就很容易啊，轻而易举的，他也就做到了。回过头来给，给我跟我说的法师，这是佛菩萨加持，我自己意想不到啊。说这话没错。 你自己有这个意愿，有这个信念，有这个决心，佛菩萨冥冥当中帮助你，你就做到了。所以佛家讲信，偶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好啊。第一个，信自己。 所以，佛法里面讲信，跟一般宗教里面讲信不一样。一般宗教里头，第一个信是信神；佛法第一个信是信自己，第二个信佛菩萨。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讲信呢，跟宗教里讲信不一样。啊，人要有自信，佛菩萨。 为神才能够帮得上忙。人要失掉自信，佛菩萨对你无可奈何，帮不上忙啊！你自己没有信心，那有什么法子？一切诸佛想帮你，都无可奈何。啊，那么由此可知。 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加持，是对等的啊！你有一分信心，他加持你一分；你有两分信心，加持你两分；你有十分信心，你得到的是十分加持。啊，是成正比例，是对等的。这些道理。 我们在讲习里头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不仅仅是得佛为神加持，我还常说得这个世出世界，所有一切众神的价值。 神圣，那个心都是纯善纯净的啊！包括世界的神圣啊，欲界天神、色界天神、无色界天神啊，无不是纯善纯净的，绝对没有害人的念头。 你看看佛给我们介绍诸天，啊，欲界天神，他们怎样升到欲界天升到欲界天的条件是什么？是十善业道。 西心动念与十三业完全相应，一点都没有违背。这个人来生升天。如果十夜业时候再具备慈悲喜舍，他在欲界。 一定是生上面的几层，斗衰天、化落天、桃花自在天啊，他不会生在下面的。啊，如果有一点定功的话呢，嗯、禅定成就呢，他就生色界天了，色界二十八层了。 啊，所以欲要断啊，欲不断，你修行功夫再好，你出不了欲界啊。欲里头最重要的财啊，人有贪财的心啊，色男女之欲啊，名。 好名，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荣誉、食、饮食、睡眠，啊，贪睡；财、色、名、食、睡，五种欲。这个五欲不断，出不了欲界。修的再好，啊，修十善业道。 修四无量心，你这个五欲不断，你最高只能够升到欲界的第六天呢他化自在天，升到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出不了欲界。 这个五欲断掉了，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肉身没有办法离开啊，这个五欲里面才可以离开的啊，可以把它放下的，色可以放下的，名可以放下的，啊，吃跟睡没有办法，但是怎么样呢？ 要有节度啊，饮食绝不贪啊，睡眠不贪、啊、睡眠的时间要减少啊，饮食要适度啊，决定不贪吃啊。修行从就是把这个修修正过来。 这个是欲界众生的大病啊，这些东西不能断除，不能离开。如果过分的贪爱，你要记住，《佛在经上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你过分的贪婪。分别、执着，有一条严重贪婪。 你多堕地狱，五条巨足啊,啊那你堕地狱，你就很不容易出来啦。佛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明白了，能把这个五欲看清。 把五欲淡化，我们这一生当中绝不多善土，绝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能有成就啊！我今天。 以这个两堂课啊，这是新年啊，新年我们头一堂课，以这个来祝福供养我们所有在网络啊这个呃荧光幕面前的同学们啊，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啊，祝福大家。 道业增长，烦恼清智慧长，啊，同时也以此供养虚空法界一切尊神。谢谢大家。